平常机飞机加班比较多，那可能他有一些任务就不要执行。那今天不是说是八班制吗？四个来回，金机啊，金机就六个来回啊，目前安排六个来回，但是看执行状况了，就是他军方会支援到六个来回12航次。OK， 好，好不好？